Ja, also muss schon ein bisschen. Please, can you go out of the podium, please? We are making testings. Please. Please, can you go out of the podium, please? We are making tests. Надо сделать важное лицо, да? Может, вертикально, да? Hello. And I think we are going to do this. Those sitting behind. 坐在后面的与会者能不能够
坐到前面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我们两分钟之后开始。Please, those sitting behind. Thank you. Thank you. So we are starting. Your Excellency. 各位阁下，尊敬的来宾，咨询小组的同事们、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在这里热烈的欢迎大家。代表共同的组织者 Azina 和 Paul 在这里欢迎大家参加本次会议。非常的感谢大家，也感谢所有的主持人，感谢发言人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在这里与大家就数字的包容和获取性进行交流。现在技术日新月异，世界各地都在迅猛的发展。但是呢，还有一些国家落后了。我们所有的公民都需要做好准备。在这个新的信息社会当中，我们必须要确保没有人掉队。在这一场数字革命当中，我们全球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欢迎大家参加本次的讨论。那么现在请主持人。我叫 Marilyn Kay， 我是共同主持人之一。欢迎大家，我现在请我的共同主持人来做一下介绍，然后我们开始整个会议。我叫 Algit Odang， 我来自南非开普敦，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今天请到了各位专家，可以来跟我们就今天的主席进行交换，我们只有80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议程非常的紧。之后就进行问答的环节，谢谢。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听了专家的发言之后呢，我们会把发言权交给观众。待会儿呢，还会让共同的主持人再进行说明。我们在进行问答环节的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大家提问，不要进行评论。只能够发言一分钟，提一个问题，回答呢只有90秒钟，所以希望大家先把问题写好，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收集起来。今天提问的主题也必须是跟数字的包容和可获取性有关的，然后我们最后一并回答。这就意味着你们要事先把问题写好，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把问题提好。现在请共同主持人来介绍一下远程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欢迎远程和在场的观众。
who is connecting online and 那些远程在线的听众，我来负责呢，安排和管理。当然了，你们不要这个人坐在会场里头，然后作为在线的这个听众要求发言。好，数字的包容性，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有来自印度的约旦的负责这个还有eBay的法律顾问，还有南非的专家。我们现在呢马上开始这一节的会议。霍班女士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议题，以便呢抛砖引玉，引发讨论。好，请霍班女士发言。谢谢。我不是这个总经理，我是副总经理。我们在维吉尼亚，加利福尼亚，我们是在这个工程设计和这个咨询领域工作。你们上一次使用互联网和现在使用互联网，你们呢？过去还是需要，大家都知道需要有电才行，而在我们世界上呢，几乎还有10亿人是没有电网，没有电就上不了网，而且也没有办法获取那些付款的服务。因此呢，我们的工作对象就是，和这个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的一些大企业进行大机构，进行合作，是和电有关的，以便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强进入网络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因为进入网络的话呢，就可以快速的获取这个信息，而我们寻求的是最方便最快捷的方法。所以呢，因为要想加强供电的话，可能还得要修公路，要有路线等等。所以啊，这个修公路，建立这个公路修的路线等等，实际上呢，这是双赢的，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呢，也促进互联网的发展。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在边远农村地区的人能够上网？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并没有真正得到关注，政府对他们关注不够，因为他们呢处于边远的地区，所以我们是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互联网和这个电啊，用那个电力设备的修建来促进上网。好 ，Charles， 我们呢是在这个一个组织。我在这里呢，不光是谈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同时呢也谈这个有关互联网的问题。
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所以啊，长话短说。特别呢，是关于这个数字技术的包容性，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在我之前发言的人，他的内容呢很重要，因为涉及到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人如何上网。此外呢，我们怎么样来提供一些解决办法呢？根据我的经验，我看到可以使用无线的技术，因为无线技术呢可以让农村的一些人上网，而且我也听说有一些农村地区的人，他们呢是使用啊这个电视不使用的那些频道来用于上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做法。当然还有的地方呢是用光纤，有的地方用电缆，是用这个用于电视的这个电缆和光纤来联网。当然也我们呢也可以呢提供一些新的服务来进一步的促进包容性，因为这个包容性呢是可以啊做到的，是通过一些这个物质的设施就可以做到。当然除了这个设施以外，还应该要对人员进行培训，因为你们大家知道有很多大量的人，他们呢没有掌握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进入互联网的功能和技术，也可能呢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英文，所以上网很难。那我们就应该促进他们用当地的语言，比如说用阿拉伯语来上网。现在呢在这个上网的群体中啊，阿拉伯语的使用已经占到了3%，这比几年以前呢要好多了。在约旦法语使用者呢也不是特别容易上网，但是呢还有人啊如果是不用不说英文也不说法文的话呢，他们上网呢显然就更困难。那在这方面企业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还有当地的政府，当然他们应该要积极工作，而且应该和新企业积极的配合，而且可能呢应该在企业内部来做努力，比如说企业内部可以呢培训一些在宣传领域中的一些合作人员，这样呢可以就比如说企业内部在招聘人员的时候或者是升迁的时候能不能使用互联网作为一个标准。是的，我们呢应该要发展合作伙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的将希望呢寄托于政府上，应该要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和私营部门、政府机构，当然也包括民间社会。戴斯女士，她是负责公共政策制定的。Nathalie Voyat先发言，她是易贝的法律顾问。对于我们来说啊，在易贝数字技术可以啊让我们把世界各地的个体啊个人把它们连起来，而采用数字技术使用数字技术呢就可以实现这个联网。同时我们呢也敦促啊一些部门的参与，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而在易贝呢是要加强我们正在呢加强各个企业他们呢在这个领域中进行合作，比如说对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
而且呢，在网上是否能够加强这个合作啊，是否成功的话，也是取决于这些企业本身他们的影响力。我们呢是不断的在寻求解决的办法，这些办法呢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网络的内容能更多让更多的这个大众所获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呢。 可能没有完全实现可靠的这个互联，所以啊，我们应该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我要说的是，有我们网上的99%的这个网商呢，是来自世界23个国家的，而网上的交易也是涉及到中小企业。 大部分呢是中小企业，他们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这些交易也真正的改变了企业这个采购和贸易交换的这种模式。一些中小企业，他们用不上。 在基础设施或者是物质方面啊，投入更多的钱就可以通过网上来交易。所以呢，我们也敦促政府部门能够鼓励更多的人，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的性别，他们来自什么地方，等等，希望他们鼓励他们进行网上的交易，因为网上交易可以让中小企业。 使用数字技术这一工具，可以呢通过这一个技术来促进他们的交易和工作，不光是在国家内部，同时呢也可以进行国际的这个交易。而且从妇女的角度来说，在世界上有很多中小企业是由妇女开设和管理的，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那么。 易贝和其他的这个像，脸谱啊等等这样的网络，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网上交易这么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培训，以及呢对那个网上资助啊提供网上交易提供资助。当然。 要实现啊这些大的变化的话，必须要有公共部门和主管部门的支持。所以呢，主管部门，我们应该得到他们的支持，来继续帮助企业使用这些数字的、数字技术的工具。另外，我们呢也要建立一些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 起到一个数字信息，数字技术的大使的这个作用，也就是宣传数字技术，然后对人们进行培训。等到培训出来人员之后，再由接受培训过的人再到各个社区啊、地方去继续开展培训。这样呢，我想。 我们只有共同的努力和这个政府部门以及民间社会进行努力，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好，作为主持人之一，我想向你们大家呢再提一些问题。我简单讲几句，这是根据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在那些还没有这个公路的一些国家也好，地区也好，特别是农村地区，他们没有邮政服务啊，或者是这个可靠的这种服务。另外呢，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须的基础设施。 那么，根据在您看来，
我们需要哪些公共政策，来进一步的促使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实际上呢，我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了，不过我想给你们提出来，希望知道你们的看法。 我请刚才发言的人是不是看看用1分钟的时间来答复这个问题？我想呢，针对妇女的问题啊，做一个回答，因为在互联网的领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使用互联网，但是妇女所占的比率啊，似乎是在 有所下降，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刚才我谈到了供电的问题。那我想知道一下，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将性别平等的问题啊，也反映在那些帮助边远地区、农村地区以及脆弱群体他们 这个获取信息、进入网络联系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呢，对妇女啊，似乎他们受到的这个监管，他们受到的这种监视呢，更加严厉。好，我也想对妇女上网的问题说一点，如果我们能够 让他们上网的话，那可以说呢，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在发展中国家，要想能够上网，我们呢可以通过上网，然后像滚雪球一样的能够成立更多的中小企业。所以呢，不光是这个公共领政府部门，同时民间社会以及中小企业，他们呢也应该要发挥作用。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妇女企业家以及呢年轻的企业家，这是一件好事。 再提一个问题，在一些遇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困难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头会对妇女上网呢有影响，因为他们认为妇女不应该上网，他们要获取这个新的技术以及这个出行都很不方便。那 你们是不是能够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能够告诉我们有哪些好的做法？我看来自尼日利亚的一个代表，他上周参加了一个会议，而且发了言，他谈到妇女所面对的来自社会、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障碍。 所以当谈及数字的包容性的时候，显然呢也是涉及到了人类人口的这个另一半，也就是妇女。好，在具体谈及这个问题之前，来自非洲联盟的一个代表，可能他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尤其呢是介绍一下非盟的这个 HIDA 计划，贝塔计划。谢谢，我叫 Adel Suleiman， 我是在非盟工作。 对于我们来说，制定政策，首先呢，要考虑到那些对于技术的获取呀，进行这个功能的培训、知识传播知识啊等等这些问题，这都是我们发展政策的一部分。
现在呢，网络呢是，我们国民经济产值的1.1%，有人口的60%，是呢在农村地区。我们呢现在正在数字转型，也有电视的普及。我们呢已经起草了一个指导路线。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制定了指导路线，指导那些国家看他们怎么能够这个通过转型来享受数字红利。是的，我们呢有一个 PETA 这么一个倡议，包括政策教育，在非洲推广，这个呢是 BRITA。这个能够加强这个非洲的数字化。BRITA 有三部分，第一部分的话，第一个呢是由这个 ITU 来帮助我们来实施这个计划，有1000万美元的这个预算，由这个非盟和这个 UTI。这个共同合作，第二部分呢是我们的会员国的成员国的这个在因特网治理方面的能力建设，所有的会员国呢还有这个多利相关方都参加力能力建设。最后一部分的话是我们要建设一个这个监管部门的平台，这个呢在这个平台上制定国家的政策，同时呢能够统一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立法，使它有和谐。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培训模块 DNS， 然后以及各个方面的培训。那么这个平台上的话，我们呢也和有关的这个数据库进行合作，我们呢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无论在哪儿的话我们都能够进入这个平台。同时的话我们还要有一个这个统一的一个工具来协调各个国家的这个立法在这个非洲。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行动倡议，我们呢来利用这个农村地区、乡村地区的邮政局，因为有一个网络，因为有很多的问题，有这个电力供应的问题和连接的问题，我们呢，我们已经提出一个建议草案，我们呢在尽可能的使用这个太阳能来连接。实现连接，把这些邮政局、邮政所连接起来，让他们呢成为一个 ICT 和这个电子政务的一个中心。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的话，我不知道还有时间吗？那好。所以的话，我们还和这个各个这个技术社区进行合作，和互联网这个界进行合作，我们呢已经完成了很好的合作，然后在今后的话我们可以能够建立成一个形成一个网络。同时的话，比如说我们对这个频谱的方面的话，也可以和他们一起组织一个研讨会、研讨班。另外呢，还可以讨论磋商在 5G 方面可以怎么做，能够怎么更好的使用这个利用这种数字红利。谢谢。我们呢现在来看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
数字可获得性的问题。就像这个 RZG 他呢是阿富汗的监管机构的主席，但是我他是呢同时的话也请其他的发言者的话，他们是对这个数字融入是怎么想的。然后呢你先现在你先谈一下这个数字可获得性的问题，再然后再给你三十分钟的时间，这个多余的时间继续说一下你的想法。大家早上好，我非常高兴参加这个 IGF， 因为一般来讲呢，我参加这种会议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国家去参加，都是国家的代表在发言，所以呢我很勇敢，我呢是和十个就是和只是代表国家的十个这个代表在一块坐着的话，我觉得也是我需要勇气的，也就是数字融入的问题，大家呢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呢归根结底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个人能够享受 ICT， 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通过这个，通过合作，民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来实现这个议程。还有一点呢，这个作为政府的一员呢，我呢是很难和政府的其他部门合作。让他们能够接受，就是说 ICT 应该成为他们预算的一部分。我们的情况呢，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频谱的分配、公共服务，这个我们作为监管部门的话有责任能够保证能够普遍的使用这种数字技术。我们呢认为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教育我们的那些政府部门的官员，让他们认识这个 ICT 的重要性，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能够保证他们能够很好的了解这一点，能够改善他们的政府部门的服务，在各个方面，在医院怎么能够改变患者的这个行为，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同时呢，让预算财政部他的这个经济政策这个部门，那么因为让这种连接性数字技术对这个经济增长这个做出这个促进，这个那么现在来说我认为很重要，我们呢要想到这个就是可购性的问题，这个可购性的问题非常重要，怎么才能够普及这个网络的接入，能够实现这个人融入，能够上网，所以呢很重要看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呢政策决策者还有所有的政府部门的同事他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使我们的服务能够让人们享受得起，这个是呢是很重要的一点。有一点呢就是说我想到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分享和共享的问题，因为这是一种资产，它呢是可能是运营商所掌握的，
我们呢，作为政府部门，有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你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要修建这种道路，铺这个光纤。 你要做好这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这样的话可以承担90%的费用。那么，请再多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来继续讲。那我还剩1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做结论吧。 我们呢，应该一起携手工作。 那么，这种多行动方的工作，它要具体的体现在这个实施当中。有一些政府部门的话，如果不和这个私营部门合作的话，我们是达不到我们的目标的。我们有关键的作用，但是我们所要做的话，就是要做出政治上的承诺，然后形成一个环节，让企业有一个有利的环节，动员。 这个企业界和这种非营利这个机构，他们也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发挥。那么，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是取不得预期的效果。我们需要有在政策上、政治上，创新的这种做法。无论是政府、政府，还有这个企业界，在他们制定他们的。 经济模式方面也要有创新。如果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舒适区里边待着的话，我们肯定会有问题的。我呢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那么是在阿富汗这个促进这个数字可获得性的普及的，在我们这个普遍接入的这个政策的话，我们呢和一些残疾人做了工作，我们呢组织了一个磋商小组，那么这个磋商组里呢。 有这个残疾人的代表、民间社会的代表、高校的代表，以及这个政府部门的代表，因为政府部门在这方面有作用啊发挥。我们呢，并没有做太多的工作，但是呢，却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我们呢，确实很清楚地认识了阿富汗的残疾人的这需求。 也就是说，有1/10的阿富汗人呢，他们都有残疾，也就是有300万人，3000万的人口当中有300万人。所以的话，通过这个工作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做出正确的政策决策，看有哪些技术，这个支柱的工具能够改善残疾人的生活。另外呢，这个工作组呢。 在我们的5年这个ICT的计划当中呢，就有专门的一部分是用于来解决ICT 为这个残疾人服务的问题。我呢所要讲的呢就是这样。我呢特别关注阿富汗，因为我去参加过这个阿富汗 IGF 2次的会议。 那么，这个阿富汗 IGF 的话，主席呢，他呢，促进了很多的这个倡议，而且的话，我的组员委员会也都参加了，也都在做。IGF 这个阿富汗的 IGF 的话，他呢是唯一一个建立了一个儿童学校的这个 IGF。 是这个6到11岁的这个儿童参加。那么，看介绍一下我们下一个发言者，是 Nurse 女士，她是 Facebook 的这个政策总监，在印度的话很有意思。 这个有印度有10亿人口，而 Facebook 在全世界有20亿的这个使用者，请你来发言，谢谢，谢谢
这个邀请我参加这个小组讨论，非常给我这个30秒钟的奖励来介绍我对数字可获得性的观点。对我来说呢，这个都是个人的观点。我的儿子的话是这种孤独郁闭症啊。那么对他们的话，这种数字技术呢，对这些这个就是有缺陷的人的话，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我呢是在这么一个数字企业里边工作的，我们呢知道他有不同的这个在认知上有认知能力上有区别的人的话，他们是有不同的地方的。所以的话，我呢想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脸书 Facebook 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呢做了很大的投资，能够考虑到那些这个就是这个盲人或者是聋哑人的这个特殊的利益，另外呢还有这个视力缺陷的人的这个需求。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的投资呢主要是集中在生产一些这个字幕，特别是这个视频的这种字幕。我们呢有专门的一个职业，就是叫这个屏幕阅读者。这个通过他们的工作呢来保证有视力缺陷的人能够享受更多的内容。同时的话，我们还做了我们的工程师和高校呢还进行合作，开发了一些专门的自动的这个文字格式，主要是帮助那些这个视力不好或者是盲人来这个享受我们的内容，能够发展他们的生活技能。关于视频的这个字幕，这个对那些有听力缺陷的人非常有用，让他们能够看懂这个视频。但是呢，这个呢是个横向的问题，它不能够靠一个企业来解决，应该有很多的利益相关方的一个生态体系来共同的解决。我们呢就支持了这个 Teach Access， 叫想获取教育这么一种行动，有很多的私营企业参加，包括斯坦福这个麻省理工学院，这个乔治亚这个理工学院都支持了一个计划。那么我们采取一种横向合作的方法，我们在设计方面就非常有活力，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方面采取了措施。同时的话，还有一些高校，还有一些这个毕业工程师在一起，他们来创新，来普及考虑到这些这个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在社会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下一个发言，这是他是 APC 的这个 Carlos， 南非，来自南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非洲的这个群体社区的面临的这个挑战和他们的优势。谢谢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直到目前为止的话，我听到了一些统计数字，听到了介绍的情况。所谓这个可获取性的话，就是让人们能够接入。那么在非洲的话，有2亿多的人没有电话，有5亿多的人享受不到这个移动因特网。所以呢，你首先要让这些信号能够到那个地方，才能够谈接入的问题。所以呢，很多人连电话线都没有，怎么能谈得上？所以呢，这种可获得性也是一种经济上的可获得性。
我们呢制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说用他2%的这个收入能够买1G的这个数据。To pay that 1 GB. In that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的非洲国家的政府都在谈在最新的技术，比如说 VR， 比如说物联网等等。如果还有这么多人他们买不起网络流量，怎么可能真的使用这些新技术呢？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连接性的问题。我去了全球移动大会，他说现在技术都是把厕所连接起来，不是把人连接起来。两个月之前有个报告说，到2025年，我刚才说到那个数据还是会继续的增加，所以我们现在传统的方式并没有继续使得能够上网的人增长。我们需要进行创新，而现在一个独特的方式呢，就是把社群组织起来，建立起通信的基础设施，满足他们的通信需求。他们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通信的技术。刚才非盟的代表也说到，我们也是在和非盟合作，和东非的国家合作。决策者都意识到需要理解这些其他的模式，因为现在我们的政策主要是促进一些传统的模式，而民间的一些倡议，他们在没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已经非常的成功了。所以你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他们能够有好的政策环境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阿富汗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资源，如果说我们跳出这一种经济和市场的思维，我们来想一想社会的进步。如果有40%的人还不能上网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会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世界？We're going to have our final speaker. 最后一名发言人来自微软。大家好，我叫布敏沃州沃州，我来自微软，我是商业发展经理。我们也是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和智能云技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可负担的接入倡议。首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有4个孩子，我的孩子从6岁到19岁不止。我是来自西非，但是呢，现在住在伦敦。我的工作主要是在新兴市场建立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因为我住在伦敦，所以说呢，我也有一部分的工作是在欧洲。我去参与过许多的
会议。这些会议包括与尼日利亚的监管者对话，到和我的同事讨论无线的带宽技术。现在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尖端技术真的可以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发展。我回家之后会看到我的孩子们是怎么样使用这些技术的。我过去曾经尝试和祖母视频通话，现在呢，我们去尼日利亚，去非洲的许多国家，很多人都有三部手机。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微软的使命是要让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有能力实现更高的目标。包容性和可获取性的要求很显然是需要的。我非常的相信技术能够推动许多的进步，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新世界当中，在现在这个时刻，技术不光是一个推动的工具，而且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非常的负责任。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的技术，创新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我可以谈区块链，我可以谈算法，我可以填连接所有的人，但是呢，如果没有政策，如果没有一个快速的对话，让我们的监管者跟上步伐，跟上创新的步伐，那么所有的这一些互联性的理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说呢，我想说的是速度。我曾经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和监管者对话，希望他们能够至少讨论一下为民众带来廉价的互联。我们花了整整的一年时间，如果我们谈技术的话，不能够让政府行动速度那么慢，花一整年的时间来开会。而且刚才说到要创新思考，对我来说，我还有多少时间？还有30秒，可以。对我来说，创新就是要思考技术的融合点。比如说在这里我们说到可获取性、包容性，那我们可以想一想，现在已经有哪些技术可以让大家接入了。我们有 CNAI， 有 Soundscape， 这些技术可以用于残疾人，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技术帮助那些数字素养不足的人接入互联网。那他们需要时间，他们需要支持，他们需要资源，这些工具可以推动我们的对话。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专家说话都非常的简短，你们现在有了很多的机会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写下来。在这个时候呢，请我们的第三位主持人 Paul， 看他是不是还可以再给专家提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可以请
在座的与会者和远程与会者提问。谢谢 Marilyn。 我想提个问题，提给 Mohammed Anudil。 我们现在的一个挑战不是技术，是监管的框架。怎样才能够调整监管来实现包容性？我们光是通过 5G 技术或者是其他的技术是不可能实现包容的。谢谢。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问题收集起来。首先提数字包容性的问题。我们台上看不清下面，所以有下面的主持人他们会走到你们身边，所以请你们摆手。我们来做一个清单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现在有六个发言人。我们现在只是提问，然后呢一并回答。请您陈述自己的名字，您的组织，也请您告诉我们你来自哪里。谢谢。我叫 Don Mins， 我代表公共接入合作伙伴。在有了频段的改革之后，把三个方法融合为一体，这是不是一种全面的战略，让下一个十亿人能够接入互联网？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大家好，我想请 Ruben 女士回答。你知道能源和电力非常的关键，您有没有一个例子？有没有国家？你们都知道光纤是私营运营商安装的，有没有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好的例子？比如说政府干预了，然后呢能够开展项目。我代表阿富汗通信监管。我想问一问，哪一种通信技术将会得到部署？
在非洲。最好是使用哪一种互联的技术？我来自斐济。我想向阿基兹先生提问。看到阿富汗这个内陆国家和我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共同点，很有意思。我们都有共同的挑战，比如说我们需要优先分配资金，希望能够最终的有一个切实的行动，特别是因为有不同的部委。刚才来自微软的女士，您说到速度，我也希望微软能够来到我们的国家。有人问我说，你怎么能够让监管者参与进来？所以说呢，我想提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够形成协同增效？当然了，最终也许只是一个建议，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建议传播给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在这个领域实现数字包容性。首先是右边的女士，然后是后面的男士。谢谢。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尼日利亚，我们有一个女性的 IGF， 也是谈到了数字包容性的问题。我们当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 ICT 的制造商或者是企业怎样才能够生产一些文盲也可以使用的工具。而且呢，也让他们能够在线学习。是不是可以通过图像的形式，符号的形式，让他们能够上网，而且呢，能够在网上销售。谢谢，大家好，我叫 Love Fifi， 我也是代表监管部门。我想向南非的嘉宾提问，你说到非洲有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上网。我觉得频谱的问题还不清楚，你们是不是计划要进行数字直播？我来自乌干达。我的组织是为女企业家提供能力建设。我想谈一谈一个数字接入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上网的人数还不够。我跟企业家共同努力，他们希望在线的业务能够繁荣，但是呢，
上网的人减少了，他们的顾客也减少了，对此他们很无奈。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呢是试图反对政府，而且我们有理由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好，下面还可以提三个问题，但是希望你们尽可能简短。这儿有个年轻人，我来自希腊。当谈及数字包容的问题，这里边有一个当地居民的文化传统的问题，因为当地的网络是独特的，他们考虑到文化传统的问题，同时呢还有这个融入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些基础设施，所有这些呢都要考虑文化层面的问题。所以我想对脸书的这个代表啊提一点，就是互联网怎么考虑到这个当地居民的文化传统。因为除了你们谈到的这个数字包容这个信息获取以外，我们听到数字技术的包容性，但是呢在听了所有的这些讨论之后，似乎有一个看法，就是这些问题只涉及穷国，那些发展中国家。是的，我们因为呢一直在谈论的是网络技术、数据技术的包容性，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过还有一种排斥性？我在这里谈到数据技术网络的这个排斥性，我是谈到法国、谈到英国、谈到那些富国。如果我是一个失业人员，是一个处于这个社会边缘的人，或者是很贫困的一个人，我们没有上网的习惯，那在生活在一个发达的国家，所以呢我们没有这个网上服务、网上行政管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互联网呢就成为了一个这个天方夜谭的事。那请你这个提问题。好，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民主的讨论，但是呢请你们也请民主的方式啊来对待我那个我的发言。我来自很远的地方，我来这儿呢是为了能够对话，而不光是简单的提问题，所以请你们让我说完。所以这里我们这个网络数据技术的问题啊，不光是包容性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排斥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也存在于发达国家，我们在这里每天都在谈及这些问题。但是想知道的是，对于这些失业者、那些老人、那些脆弱的群体，对于他们来说，互联网是不是啊是他们进入到社会、融入社会的一个真正的障碍？如果他们没有电脑、没有这个手段的话，怎么能够上网？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来自巴拿马的。我们是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发展为目的，但是发展必须是可行的，所以呢我们进行这样的对话是很重要的。我想对政府部门的领代表提一点问题。你们说呢你们国家制定了一些措施，但是你们都做了什么以便能够让研究人员、大学和社区能够呢开展对话，来制定在对话的基础上制定政策。
还有一个人，要求发言。你们谈了很多有关这个获取信息和包容性的问题，但是你们没有谈及呀，这个，那些获得这个自闭症，获了自闭症的人，那比如说我有一个姐姐，她就是有自闭症，但是呢，她可以使用电脑、使用网络等等来这个表达她的意见，能够呢和外界接触。所以像她这样的人来说，环境校园可能呢是有毒的，是负面的。所以啊，在你们考虑互联网的包容性和数字技术包容性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些特殊群体，以便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能够这个不受网络的那种仇视的内容的干扰。谢谢。是的，我们脸书的同事是在这个领域中啊做了工作，所以，但是我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刚才提出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感谢大家提出问题。我现在希望做的是呢，花两分钟的时间，请各位呢用两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一下刚才提出的问题，尤其是针对你们个人提出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就我们的报告来发表意见，因为这个报告呢最后还要散发给大家，这样好不好？我们已经呢听到了一些问题，请各位呢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回复。先每个人两分钟的时间，然后可能呢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报告上。好 ，Marilyn， 我想实际上刚才提的问题主要是两类。首先呢，就是社区一级、地方一级采取专门的做法，以便呢能够让社区居民上网，能让他们进入这个脸谱系统啊等等。我本人就是一个妇女，来自亚洲地区，我知道呢一些网络他们是双刃剑，有好的地方，但是呢也有负面的地方。因此在我们机构的总部工作过，也到地方上工作过。我们的那些工作团队呢非常了解社区的一些特殊问题。你们也谈到了语言，网络语言的问题。我们呢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做开发，比如说在巴基斯坦，我们就建立了一些这个手册，这些手册呢都是为了帮助啊当地的居民来加强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些手册呢是用不同的语言制定的，尤其是当地的这个语言。另外一类问题就是网上这个安全的网络安全的问题。关于脸书，我们呢有很多的按键，可以呢使用这些按钮按键呢就来消除那些不好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些自动的程序，当然他们呢是受到人的监控的。所以啊，自动的那个程序和人的这个监管啊，这是两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怎么样促进不同语言能够上网，能够获取信息，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充分考虑地区以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到哪些，在一个国家里头哪些语言制定的这个信息啊是可以被大众所阅读的。此外我们也会在地区以及呢开展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在南亚地区我们刚刚召开过一次有关的高层会议。
在会议上呢，也宣传了地方的一些好的做法，以便能够充分的考虑地区以及的特殊性。此外呢，我们还有我们这个网站是 fb.com safety。 我也来回答一下刚才提出的问题，是和这个税收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在eBay，可以说呢，我们要做的主要的事情呢，就是要让不断的给我们的这个系统啊，网络系统要改善。另外呢，也 尽可能的对这个商品的交易呀、取消他们的这些一些屏障，以及呢和海关进行合作，使得我们的这个交易呢能够为更多的人，很容易的就可以参与，而且呢还可以有助于商品的这个物流。 另外，你们谈到使用这个移动器材，在某些国家呢，可能使用起来更方便，来完成网上的采购。此外，还有呢，就是要吸引这个邮政服务。 因为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好的物流服务的话，我们这个eBay网络呢也没有办法正常运行。好，在此之后呢，因为每个人只是2分钟，所以我尽可能的遵守这个时限吧。从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说。 当然，我们呢要制定规则，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参与，这是一个共同参与的问题，包括政府部门、公民建设会、立法人员以及呢其他的一些团体，应该要制定保护儿童、保护特殊群体的一些规则。另外呢，我们是 和不同的群体啊，在对话，应该要了解他们的意见，包括农业生产者，包括妇女等等。如何促进妇女的参与，当然也是需要利益相关方进行紧密的协调。我们不能够这个各自为政，闭门造车，应该要有一个协调的行动。 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邮政局啊，还有一些基础具体的基础设施和物质设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有一些计划，每一个国家呢，大概平均是2个，一个地区呢，大概是10个计划。现在呢，我们正在啊 试图推进我们有关图书馆的这个试点性的计划。 还有呢，就是对非洲帮助非洲的一个计划，我们叫做 BIDA 计划。要想修公路的话，当然需要这个光缆，需要能源等等。好，我还有5分5秒钟的时间。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转型的问题，就成这个虚拟转入这个数字。此外呢，还有一个培训的问题，对于不同的群体，能够让不同的群体更多的国家得益。谢谢。好，我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确实 立法框架呢，目前是有问题，做的还不够好。比如说，在阿富汗，我们是很开放的，
愿意欢迎这个技术。同时呢，我们也在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这个管理的一些规定啊，有助于这个吸收技术，以便让技术呢为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而服务。此外，关于各方面他们的工作，在提供这个运营商的许可呀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也在加强工作效率。此外呢，还有一个频道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资金的问题，这是大家都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向财政部要求资金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呢都是要这个资金呢是由我们来管理的。此外还有就是税收，确实税收这个负担过重的话，就会使这个行当呢受到很大的创伤。但是我们担心的在阿富汗是 ITC 技术呢会逐渐的萎缩，得不到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国策所定。另外关于包容还是排斥，这也是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显然这个问题啊是值得我们大家认真思考的，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问题。巴拿马刚才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其他的理想官方参与。我想在世界各地，从全球范围来说呢，我是唯一的一个部长，既没有这个秘书也没有保镖。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正式的非正式磋商的程序正在进行之中。 Charles 刚才提了一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是相关的。首先呢，就是互联网它的经济社会层面的问题，文化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啊，这是要通过教育，通过宣传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向人们解释互联网数据技术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话呢，我们往往都是更加强调好处，而忽略了它的这个负面的效应。一些地区呢，我们谈到妇女、儿童，甚至是一部分那个其他的这个群体，他们呢会说上网的话呢会得到一些负面的新闻，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损失。实际上呢，我们应该要正确来看这个问题。而政府部门，不光是政府部门，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方，都应该关注啊所有的社会群体，比如说老年人。我们不能够强制他们，如果老年人愿意上网，通过这个数字技术来处理问题的话最好，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比如说一些患有这个自闭症啊或者其他这个病症的一些群体，他们可以自愿的选择上不上网。刚才呢谈到不同的监管部门，他们运行的这个办法呀，工作的这个方法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站得高一点，我们可以超越这个政府监管部门，然后呢实现更高层次的这个协调。比如说在尼日利亚、在印度、在美国一些地区、一些城市也是这么做的，
比如说呢，我们建立了一种这个咨询委员会的机制，这在美国是很通行的。 然后，我们也在考虑立法的问题。在美国呢，还有这个这个委员会呢也考虑，就是数字鸿沟啊，这方面的问题，正准备呢着手制定一项法律。而这些呢，都越来越多的。 纳入到我们的那些援助计划中去，以便呢能够尽可能的为公民提供援助。关于玛丽娜问到的这个性别的问题，那么说，我们所取得的这个进步的话，不是偶然的，要让所有的人都参加进来，包括这个性别，包括女性。 从这个设计的阶段和评估的阶段，都要由各个群体参加进来，特别是女性。我们这里呢，包括男性、女性和儿童。好，那么关于。 这个就是公共接入的问题，那包括图书馆、社区介入，这些呢，要结合在一起就非常的强有力，使用这种技术在线的和离线的。我们呢，要看包括一些离线的这个。 这个内容，同时的话，不断的更新这些内容，有些大的企业要这样做，同时呢，还有一些中小企业要这样去做，包括图书馆，还有一些数字的这个内容都非常重要，所以的话，应该在这个图书馆。 和这个出版界之间也要谈谈这一点。另外还有这个核心网络的这个问题。那么我去年的话，谈过一次话。 就是看怎么使用卫星，这个卫星呢，它是成本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叫 TV White Space 这种技术，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这些技术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它目前是用于别的用途。 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要想到这个数字融入的问题，要让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识字的人，通过一些符号，或者呢是使用当地的土著语言，来这个普及这个。那么在离线这个空间已经这样做了，现在在在线空间也要这样做。同时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 比如说，通过这个触摸的这种技术，这些都可以使用其了。就是说，技术这所破坏的东西要用技术来修补。大家知道廉洁，这个道德，还有这个公正廉洁。 还有伦理，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工作的范围。那么有很多的国家已经开始这样做，我们也愿意帮助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也要同样也要证明自己是这个正直的去做这件事，要
这个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呢，愿意帮助他们。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的话，这个没有这种意愿去做的话，我们也是很困难做到的。缺失的话，这也涉及到这个能廉政公结的问题。谢谢。 那么，今天在这个非洲的话，我们已经有20几个这个乡村地区的这个机构。但是呢，我不知道是否是应该是由这个移动通讯的这个监管者来这个连接所有的人。 我们呢，应该让所有的这个理想官方呢都能够知道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才能够有这种意识呢？那么，您提到这个非盟里边的这个开放的问题，我们呢？ 应该有一个真正的计划，不应该是零散的这种项目，应该有一个总体的框架，包括一个政策的框架，把这些零散的项目的话集中在一起。那么一旦 建立了这种空前的话，那么我们要进行试点项目，通过这些试点项目呢来建立信任，因为对已经现有的运营商的话是有信任的，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可靠性，但是同时的话也让相对这个监管机构也要建立起信任，相信他们能够建立 一个对国家有利的这个模式，所以呢，总之要建立一种信任的氛围。那么，现在还剩下2分钟，不知道我们怎么来使用。我看一下，有多少人这个参加过这个第一个 IGF 访问过的网站，请举手。我想大家呢，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的每一次的会议的这个发言的话，都会整理成文字，尽管不是说马上就有，但是呢，都会尽快在网站上发表。所以你们回去看我们的网站的时候呢，你们都会扣到呢，在今后几天里边，都会把这些文字纪要这个发表出来，然后呢，大家可以重读一下。 这个文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个资源，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呢，保证跟大家保证，我们呢会重新审查一下我们的这个会议的这个文字纪要，看把那些问题给突出出来，然后呢让专家对相关的问题做出回答。另外呢还会有一个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也有专门的格式。 那么在24小时之内会提出这个报告，那能够回答你的问题。现在我请我同事来发言。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IGF 的这个会议的组织者，特别是感谢每一个发言人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的。我们呢非常感谢你们的建议评论，同时的话， 要感谢每一个与会者，你们做了评论，提出了建议，提出了问题，包括会场下的，还有这个从网上这个提出问题的。而且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报告人，我们呢这个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呢。
我们的会议的就结束，我们请报告人员，还有这个所有的人上来做一个照一个集体合影。会议结束了。